徐如珂，字季明，吴县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除刑部主事，历郎中。主事谢廷赞书请见楚，帝怒，竟贬行曹官。如珂降云南布政司赵摩，累迁南京礼部郎中、广东岭南道右参议。暹罗贡使馈西角、象牙，如珂不受。天启元年，迁川东兵被俘，使即杀奢崇明党樊龙，赴重庆。奉袭岛令周图臣，贼借水西，兵十万来援，前军少却。汉子军谭茂勋挽白竹弩连中之，贼大溃，转战数十里，斩首万余级，遂拔令州。崇明父子窜水西去，乃召如珂为太仆少卿，转左通政。 PG611 为忠贤逐杨连，如珂交见之，忠贤贤圣，迁光禄卿，修功谢俊，书辞摩所称颂。六年九月，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，遂消即归礼。三月，置具饮客，请之促。崇祯初，以元推启用，死。遂予以巡路破贼功，赐祭葬，进至一等官义子。刘可逊，李州人，万历中举乡试，历官刑部员外郎。天启元年，续行四川，会奢崇明反为成都，可逊左丞守有功，擢迁侍监军讨贼。崇明走龙场罢，可逊督诸将进剿，功最多。总督诸谢元会奏文武将立功，甚推可逊，乃迁威茂兵备参议。崇祯元年，改续卢副使，仍兼诸将军。二年，与总兵侯梁助破贼十万众于五峰山，斩崇明及安邦彦。御史毛羽谏言，可逊将孤军出入蛮烟瘴雨者多年，初无守土，则因奉命入囚，而乃见为受命，解为成都，奏捷永宁，扫除令血，逆营受守。五路大战，十道并攻，皆报并督军，誓死殉国。必以节钺，谁曰不宜？帝颇纳其言。未几，基辅备兵，可逊律师入卫。三年五月，恢复尊化，擢右迁都御史、巡抚顺天、永平、都记镇边务。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司人沈敏于可逊，敏遂交官为监吏御史。水加允和可逊落职归，后续四川平寇公副官，是应锦衣千户，未及启用，促于家胡平表，云南临安人。万历中举于乡，历中州判官。天启元年秋，樊龙县重庆，平表坠城下，一时驻土官秦良玉起师，好气不食饮者五昼夜，良玉为发兵。巡抚朱谢元袭平表兼梁玉军，会擢新镇知县，谢元奏留之，改重庆推官监军兼副总兵，进护诸军将，战术有功，擢四川监军迁侍兼理屯田，迁贵州右参议。崇祯元年，总督张贺明言平表偏周小吏，慷慨赴义，赴新都，解成都围，连战白世义、马庙，进据两岭，伏斩无算。
夺二郎关，擒贼帅黑蓬头，追将樊龙，遂克重庆。用柳千人拜奢，安二求十万兵。请一本官家都师御史衔，赐之专敕。PG 612。必能消逆贼首陷阙下。不一格不行，乃进至右参阵，分守贵。宁道应子锦衣是千户。久之，擢贵州布政使。四年大祭，左不仅落职。十三年，都师杨嗣昌见之，诏以武昌通判兼标下军。是嗣昌卒，乃罢归。卢安氏，贵州赤水卫人。万历四十年举余乡，为富顺教育。天启初，奢崇明反，遣贼逼取县印，属令弃城走。安氏收印，律壮士即斩贼。吴河贼数万簇至，安氏单骑斗，守国数人。亦上官请兵赴其城。帝用大学士孙承宗言，超擢千事，兼军讨。贼屡战有功。五年四月，总督朱谢元上言，自尊义武路径。兵勇宁破朝之后，大小数百战，擒获几四万人，将贼将百三十四人，招抚群贼及土汉苗众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余人，皆监司李先品、刘可逊、郑朝栋及安氏等功，武将则林兆鼎、秦一鸣、罗向干，土官则陈志安、冉绍文、岳先明等。帝纳之。安氏进贵州右参议，迁四川副使，尊义监军，功复多。崇祯初，与侍应武职，进右参政。久之，解官归卒。林兆鼎，福建人。天启中，为四川参将，积功至总兵官，都督同知。崇祯三年，遣将讨定番州苗，连破十余寨，擒其魁。四年，遣将讨湖广苗黑球，攻拔二百余寨。加左都督赵谦南，今右府卒，赠太子少保。李运，字长如，营人，曾祖寻邑，衡州知府。祖生威，奉杨推官。运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授行人，擢御史。历转广东，严法佥事，历山东参议、陕西提学副使、山东参政、按察使。四十七年秋，擢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贵州。贵州宣慰同知安。方彦者，宣慰使姚晨族子。姚晨死，子未幼，其母奢社辉带领。其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也，方彦遂专兵柄。会朝议，征西南兵元辽，方彦素节侠，欲臣以其事，意运请行，运欲止之。方彦归，亦为反谋。运类书请增兵一饷，中朝方及辽事。PG 613。志不问。会运被合，乃六书起修。天启元年始得庆，以王三善待。而奢崇明已返重庆，现遵义、贵阳大镇，运遂留世事。时城中兵不及三千，仓库空虚。运与巡按御史史永安待云南、湖广营。四万有骑，募兵四千，储米二万石，置战守据，而即遣总兵官。张彦芳、都司许承明、黄运清、
监军副使朱勤提学佥事刘熙元等援四川。吕杰遂赴遵义、隋阳、湄潭、真安、桐梓。二年二月，获传崇明县成都，方彦遂携安慰反，自称罗殿王。四十八之及他部头目安邦俊、陈其余等封其相应乌撒土。穆安孝良亦与通。方彦首席毕节都司杨明廷固守，即斩数百人。孝良助方彦献其城，明廷败没。贼遂奋兵陷安顺平坝，孝良亦西陷瞻邑，而邦彦自统水西军及罗轨苗众数万，东渡路广河，直趋贵阳，别遣王伦等下瓮安，袭偏桥，以断援兵。红边土司宋万化纠苗众九股县龙里运永安文变，即意成守会翻孽，首令贤入境，而燕方正同人运亲助尊义。陈中文武无几人，乃奋兵为伍，令西元及参议少应征、都司刘嘉言、顾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，运自当北门之冲。永安居桥楼，团接士兵，防内变学官及诸身一都民兵分迭守。贼至，进锐攻北城，运营战败之，转攻东门，为西元所却。乃日系分番驰突，以疲官兵。为三丈楼临城，用妇人鸡犬宴胜数。云永安烹制杂豆米饭头四鸡犬，而张虎豹皮于城楼以服之，乃得失炮时，夜坠死士烧其楼。贼又作竹笼万余，土垒之高于睥睨。永安即撤大寺钟楼建城上，贼弃笼去，官军出烧之，数出城邀贼粮，贼怒，竟发城外冢，便烧村寨。又先后攻陷广州、普定、威清、普安、安南诸卫鬼杨西蜀千里，尽为贼惧。初被围，燕方运亲来救，败贼于新天。贼又入龙里二 PG614 将皆败，乃纵之入城曰：史号汝良，城中果大困。川贵总督张我绪巡抚王三善拥兵不进，运永安连书告急，诏旨都责之。会燕方等出战平的力，贼退保泽西，乃遣皮将商世杰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、新天二卫，且起援兵。贼为城必拔，沿山列营栅阁内外，兼旬日一来攻，折败去。副总兵徐时逢参将犯众人复援，欲贼问成何，众人战不利，时逢拥兵不救，遂大败。朱江马一龙、白自强等兼焉，元遂绝。贼闻三善将进兵，翌日夜攻击，长梯已覆，城几县者数矣。运奋必一呼，士卒虽伟顿皆强起捉贼，贼皆颠簸死城下。王三善屡被严止，乃律师破众围而进。十二月七日，抵贵阳城下，为使解运乃辞兵士解关去。三善既破贼，我绪无寸功，甘梅军资六十万，言官交合解职后刊。我绪邯郸人，刑部尚书国彦子
其后营员魏忠贤起户部侍郎，进尚书，名吏逆案云：方官领之告捷也，米生值二十斤，时康和草木败革皆尽，食死人肉，后乃生食人，至亲属相旦。燕方运清部促公屠人，是四金一银一两，运进焚书及官服，欲借家人，即则自尽，接受以刀还。城中户十万，围困三百日，仅存者千余人。孤城促定皆运及永安、西元宫。西宗用都御史邹元彪言进运兵，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、西元右参政，即为解，当在叙宫。御史蒋允遗言安慰席职时，运所其金盆，致起信张下贵州巡按侯巡和，未报御史张应臣立送运功。巡和上一白其屋，帝则允遗。初，永安遣运亲往新天，平越去援兵，拒其不济，欲出城都之。西元以永安有去志，以资运，运指永安。即西元当决时，时亦发兵护运，永安出城，身留死守，永安亦移西元。而运清因交媾其间，三人遂相失。永安抵西元亦留身守城，欲书城。PG 615。余贼运亦与谋，两人上张辩。吏部尚书赵南星、左都御史孙伟等立为三人解，而言永安公第一，当不赐大用，运以进官。当赵还，西元以进参政，当更优叙。赵可知。然运进不赵，西元亦无他着，二人并海里。独永安在朝，连着太常卿，又迁都御史、巡抚宁夏，再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，运及珠江立功，气不续。六年秋，御史田景兴送运功，不纳。崇祯元年，给侍中许玉清再以金盆侍和运，帝诏资廷臣。独御史毛羽建为运解，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亦如羽建言，给侍中。于昌作邸羽建驱避。地下川贵总督朱谢元等在和，羽建乃上书曰：安奢侍为婚姻，同谋已久。奢淫扣属，邦宴即扣钱。何用机变？当贵阳告急，正广应新破之日，举朝惶惶，以致不问。后之运不死，孤臣尚存，使命王三善往救，至则为已十月。安求出发难，崇明欲取成都作家，邦彦欲图贵阳为窟，西取云南，东扰偏元、京、襄，非运恶其冲，东南尽涂炭。乃暗臣永安部二三载基清二都师三边，运则头衔林鹤，又以永安榜书为运罪。按金盆之说发自允仪，当年以自成封文，何至今由直为时事。贵州人亦真为运送冤。谢元乃携巡按御史岳鸿范交张雪其往，运势始白。九年冬，续守成功，进一掷赖银币九只，促于家。西元，常州人。崇祯中，任宁夏参政。永安，武定人。共运成守，功多。已在边时见魏忠贤辞。
后为御史宁光先论罢，不为人所重云。王三善，字彭博，永城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由荆州推，官入为吏部主事。齐、楚这三党抨击李三才，三善自请担其行刊，遂为其党所推。历考公文选郎中、晋太常少卿。天启元年十月，擢右迁都御史，代理运巡抚贵州。时奢崇，明已陷重庆。明年二月，安邦彦一反，为贵阳。运缉巡按御史。PG 616。史永安连章告急，去三善驰援。三善使驻袁州，调集兵食。乙次镇远，再次平越，去贵阳180里。方遣知府朱家明起兵四川，兵未至，不敢进。书请便宜从事，给空名不迭的随财委任。地西报可。至十二月朔，知贵阳为义困，即中计曰：“师臣死法，进原死敌，等死耳，何死敌乎？”乃奋兵为三，副使何天林等从清水将进，为右部千事杨世赏等从都云进，为左部自江耳万人与参议向日升、副总兵刘超、参将杨明凯、刘志敏、孙元模、王建忠等由中路当贼锋，周次新安抵龙头营。超前封遇贼，众欲退，斩二人乃定。贼求阿陈骁勇，超律部促张良。郡直前斩其头，贼众披靡。三善等大军亦至，遂夺龙里城。朱将义驻师官辩，三善不可，策马先。方彦仪三善有众数十万。乃前遁于贼退屯龙洞，官军遂夺七里冲，进兵必截扑。元模明凯连败贼，其渠安邦郡中炮死，身获邦彦弟阿伦，遂抵贵阳。城下贼解围去，云永安请三善入城。三善曰：“贼兵不远，我不可及安。”营于南门外，明日破贼则息，贼走渡路广河，居数日。左右二部兵及湖广、广西、四川援兵先后至，三善以二万人破贼十万，有轻敌心，欲因粮于敌，举超为总兵官，令渡路广，驱大放，导安魏朝。以事赏兼之总兵官。张燕方度压池，导邦燕朝，以天灵兼之。汉土兵各三万。别江都司县捕滚出黄沙渡，客骑并进。超等至路广，连战皆捷。燕方部将秦明平亦破贼五大寨，诸将亦轻敌。方彦先和崇明孝良兵诱官军深入。三年正月，超渡路广，贼薄之，独山土关。蒙召先遁，官军大败，真渡河，超走免，明凯被执，诸将遥望等26人兼焉。贼遂攻破压池军，部将谭弘化先逃，诸营进溃，燕方退保威清，为捕滚军独权。朱苗见王师失利，复封起土求和中尉进据龙里，而邦彦 PG 617。使李阿二为清言，断定翻响道，令宋万化、
吴楚汉为左右翼。自江区贵阳，远近大镇。三善及遣游及其祭祖等取龙礼，王建中、刘志敏就亲言。祭祖凡上、中、下三排及贼150寨，建中一凡贼48庄，龙礼、定番路皆通。三善又夜遣建中、祭祖导楚汉八孤荡，凡庄寨200余，薄而攻之。贼溺死无算万，话不知楚汉败，诈降三善杨许，而令诸将卷甲驱之。万化仓黄出战，被擒，邦彦为夺气，群苗复孝顺，三善给黄志令数营中，邦彦望斩不敢出，增兵守压池，陆广诸要害。时崇明父子屡败，邦彦救之，为川师败走。总理鲁清等剿秦中尉彦方亦追贼压池，而贼复城兼县普安。总督杨树忠驻袁州，为贼朝命屡去，使一阵远，亦与三善左，三善屡求退不许。会崇明为川师所窘，逃入贵州龙场，依邦彦三善议会，师进讨，树中计诸将多持不可。三善排群议，已闰十月，自将60000人渡乌江，次黑石，连败贼，斩前逃江潭红化以训。贼乃诈七山，日遣游骑掠桥采者，军中乏食，诸将请退师。三善怒曰：“汝曹欲退，不如斩吾手一贼将。”诸将乃不敢言。三善目壮士逼七山，飞衣峨冠，兼于张盖，自都镇与将士曰：“战不捷，此即吾至深处也。”旁一山颇峻，挥左军拒其巅。贼仓皇拔栅争山，将士殊死战，贼大败，邦彦狼狈走。三善渡渭河，将者相继，师抵大放，入居安慰地。魏邪母奢射挥走火灼爆，邦彦窜之惊，先所献将阳明凯乃的骸。魏炯遣使议树中请将，树中令父崇明父子自赎，三善则并献邦彦。往返之间，贼的用计违背，三善以贼方平，亦郡县其地诸苗及土司衔坠孔，亦合于邦彦。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灭贼，亦想伐辞。三善屯大放酒，食尽，树中伏为援，不得已亦退师。四年正月，进焚大放庐舍而东，贼灭之。中军参将望建中副总兵 PG 618秦明平战末，官军行且战，至内庄，后军为贼所断。三善还救，士卒多奔，乘其余者，贼心腹先诈降，三善信之，与筹兵士，故军中虚实贼无不知。至是遇贼，其余故纵沛冲三善坠马，三善之有变，即解应受附家人，拔刀自刎，不输，群贼拥之去，骂不屈，遂遇害。同知梁思泰、主事田景游等40余人皆死。贼居监军副史岳聚养以药府，聚养遣人